大家好，这是中国研究院节目。今天我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啊，一位是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罗纳先生啊。先请我们的导播，请这两位嘉宾。两位嘉宾，你们好。陈小平好，鲁难好，各位观众好。小平博士好，吴强博士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你们两位师兄弟啊，又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第一个话题是美国啊，这个政府呢要封杀这个微信和抖音，但是呢，这两家公司都拿起了法律武器维权啊。那从现在来看呢，两个案件呢，第一局都胜了。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啊，他要封杀这个微信和抖音呢，等于是从司法的这个战斗来说呢，现在商务部处于不利的这个地位。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微信这边的最新动态是什么？在他赢了官司之后呢，有信息透露呢，他想向美国政府求和最后呢，争取返校。类似于抖音那样的生存的方式，在美国存下来，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啊，先来谈谈啊，怎么样看待这两桩官司和这个微信的这样一种这个生存策略？吴强博士，目前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进展都被美国的联邦法官做了一个，在他们的近期到来最后一刻做了一个放松，就是那么基本上看，我们看美国的经济自由，或者说保证美国经济自由的制度，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围绕着抖音、微信。是更多的是站在经济自由这一边，还是说是站在国家安全这一边？我们上一周也谈论过这个问题。那么，至少这一回合，经济自由这一方是胜利了。那么，这个，我相信，是经济自由主义以来，那么在目前为止，先让 WeChat，先让所有这些公司享受美国国民的经济待遇，或者说国民待遇。或有足够的经济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商务部是需要提供更多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证据，以及更有力的说明，甚至不排除未来要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比如说在大选之后，无论谁上台，那么美国国会都面临着为这些中国公司是否要进行单独的立法。如果说进行单独的立法情况下，也许才可能来排除目前在经济自由的这个既定的制度框架下，那么 WeChat 和 TikTok 它总会在美国生存下去，就是我们看到这么解决的这么一个出路。那出路我相信是要期待大选之后的国会的立法，专门立法。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我的基本的态度。其次，我们拿这种经济自由来对比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我们知道对应的从谷歌到其他的公司，在中国本土，其实基本上只有政府的一个政策，甚至是没有成文的，不需要成文的，可能仅仅只是某个领导人的一个批示，这些公司就可能被迫撤离。类似的，我们说这种反经济自由的现象，或者经济制度不稳定的一种预期，在中国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不对等。即便是中美贸易战过去将近3年的这么一个进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媒体所报道很少的一些方面，我在过去逐渐听说。大量的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听到在一些自由贸易区，所谓的这个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就中国现在内地也设了一些，比如上海、福州等地也设了一些这种相当于
自由贸易区的或者自由贸易港的这种保税区，或以各种方式来做的这样一些跟美国有经济交流的企业，都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麻烦啊。比如说，我听说今年在南京有一个几乎是中国最大的从美国进口干果的干果，就是比如说从杏仁到类似的这种干果干货进口的一个贸易商，被罚了12亿元人民币，而且从董事长到公司的员工，几十个人都被逮捕，现在的状况还不清楚。那么，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当中，仅仅是出于贸易战的需要，就对跟美国有往来的这些民营企业，采取了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但是它是借口是所谓的查税。待会我们会谈到川普同志的一个税收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他在中美贸易关系当中，他有各种各样的巨大的风险。其实，经济自由这种对等环境已经是严重的恶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法官对 WeChat、对 TikTok 的这么一个网开一面，这种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可能就是对于中国的资本、对于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市场最好的一个定心丸。那么剩下的问题其实越来越公开化了。WeChat 如果要在美国生存下去，就是我们上周讨论过的，那么就意味着它要足够的透明度，它要有表现出足够的透明度。这种足够透明度，在我看起来是一个经济、一个企业的一个经济伦理的问题。这个经济伦理，如果说能够通过美国，对 WeChat、对 TikTok 如此几个回合的这样一个折腾能够确立起来，其实我相信是对中国所有企业的一个很正面的激励。他们会，比如说在美国的资本，或者说还没有进入美国资本，会更愿意来到美国，他们会有更有信心留在美国。那么前提是有足够的透明度，而且这透明度是全方面的，包括国家安全、政治的，也包括企业的财务数据。它特别是这些跟互联网相关的，他们的数据上的透明性，那么其他的资本，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在这意义上讲，它对于在国内遭受着很多不确定性的，特别是最近，我不知道明镜有没做这节目，最近国内这个公司这个混改的这个步伐，在最近一周是明显的加快了，明显加快了。刘鹤有一个专门的讲话。那么，这几乎就是新时代的公私合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强调的是，美国的市场、美国的资本保护、美国的自由主义，那么其实对中国，相比之下，对中国这些资本民企会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这长远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竞争。好，我先说到这里。这个吴强博士呢，他肯定呢啊，这个判决啊，对中国企业的未来的这种影响啊，这个啊定心丸啊，这个现在中美这个背景之下，很多人觉得美国企业应该离开中国，但是啊，在美国的企业应该离开美国啊，但是吴强博士说，你满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透明的这种前提之下呢，啊，你可以待在美国啊，这个判决为这些企业啊，给了一个定心丸，所以鲁南先生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吴强博士刚才讲到的所谓的经济自由的这个原则。我觉得在这两款这个应用软件这个平台上面，法官的判决是以言论自由，而不是以经济自由的这个判决作为依据的。我觉得这个判决是，美国制度的胜利，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被指责的这种企业，无论是你背负了什么样的这个名声或者这个或者责任，那么你都可以运用法律武器，在美国这样一个制度之下取得你的生存的这个空间。那么，在给予中国企业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企业定心丸的这一块，我是同意吴博士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之下，只要你是在正常的运营，
你运用当地的这个社会制度和它的经济环境，那么你是可以在这里取得这个运营的资格的。那么这个定心丸，也就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在这一个过程里边得到了一种保证。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美国的司法和行政权它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它依赖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现有的法律和现有的这种环境，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为什么说多方共赢呢？是我表面上来看，就是美川普总统政府在这个两个这个禁令里边是受到了挫折，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那么现在是一个大选的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我认为川普政府其实在心里面在偷着笑，因为一旦这个禁令下来的话，那么会对相当多的用户造成很大的不方便。啊，这两个 TikTok 跟这个微信，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既有共同的一面，也就是它都是一个社交媒体，一个社交平台，用户非常广泛。那么但是我们觉得它两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 TikTok 它在最近的这个，特别是2020年整个上半年，它是这个全球下载量第一啊，这个用户在七月八月仍然保持了这个就是下载量最多的这么一个势头。美国是 TikTok 就是在海外，这就是第二大应用市场，就海外的第二大应用市场，就是它相当多的人来在用它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它牵涉到了一种言论自由，我过去不太理解这个东西。那么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人大校友罗新写了一篇文章，也是你们北大的这个校友了，这个罗新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写了这个 TikTok 有一个女孩，美国女孩用 TikTok 把她的父亲送进了监狱，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起来就非常长啊，是一个这个非常长的一个故事。那么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有个女孩，她从小被这个他的继父，就是跟他母亲结婚以后就收养了这个女孩。那么这个女孩在90年代的时候大概是拍了一个视频，那么视频里边就是他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跟他说，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变态，就这么很短短的一个视频，这个就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么后来这个女孩随着长大了以后，她这个姐姐在17岁的那一年说离开家出走，但是再也没有回来。那么这个她的这个父亲呢，就这个继父就一直的就是说这个女孩子自己要求要离开家到这个加利福尼亚去了。那么她是怎么样走的，后来还讲到这个女孩可能打了一个电话回来，但是没有人证明，也没人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但是随着这个女孩长大了以后，她发现了很多的疑点。她的家里边，她的继父在这个周围放了很多的这个录像机，但是当警察来调查的时候，他说这个录像机全部都没有，都已经被这个消失掉了，都因为抹去了这些磁带。那么这个女孩子，这个随着她长大了以后，她对她姐姐的这个失踪就表示了更多的怀疑，她就非常怀念她的姐姐。但是呢，当地的警察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证据，这个事情也没有引起足够多的人的注意，所以这个一直是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用了 TikTok 以后，她把她姐姐在90年代的那个短短的那个视频放到了这个 TikTok 上面，赢得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那么这在美国社会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警察对这个事情也开始重视。那么经过调查取证以后，他的父亲被这个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那些录像带什么这些都出来以后，然后他的父亲就被送到了监狱进行了逮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我过去是从来不看 TikTok 这个东西，也不没有应用这个软件，那么从这个事情来说，你还真的不能说这里边没有言论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弱者，她在 TikTok 上获得了这个言论的自由，那么就推翻了原来整个司法制度所无法定案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原来觉得美国的法官可能对这个
中国的这样一个软件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构成一定的威胁，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我们个人的数据构成威胁的时候，你不能不看到另外一面，它还确实替一部分弱者反映了他们过去无法在舆论阵地上面，在舆情上面，在这个媒体上面引起的被忽视的这么一个现实。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多方共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它确实存在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那么微信这个角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微信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应用也非常广泛的一个软件，但是在美国它恰恰是一个就是应用不那么广泛的一个软件，因为它基本上仅限于中文世界，而满打满算美国的这个中国人也就是几百万人，500万人不到600万人的这样子。那么这地方就算你全部都用，也就是几百万人。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企业，他们用这个微信跟中国的企业做交易啊，做一些这个经营上面的问题。那么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微信虽然它用户非常少，它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也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一个比方，当然微信它现在是一个在这个数字时代进步的一个即时通的社交软件，那么我们知道它有分享我们个人经历的这一面，同时它也有一个就是通讯工具的这个作用，就是很多人跟这个中文世界里面互相对话，跟中国大陆的人互相对话里边，那么它实际上我们简单说它就相当于取代了过去的手机，就是这个通讯的作用，由于微信的存在，那么手机和过去打长途电话的现象大大减少，这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的这个。那么它在这个功能上面，它确实取代了手机。那么如果我们说手机任何一个国家的移动电话和移动通信，它都可能对你的这 个人数据造成一些泄露，对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这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以这个理由就禁止所有的人用手机？我觉得这个跟微信的禁止对比，它是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位法官在最后一刻对美国政府的禁令下了禁止令，让它暂时可以继续生存，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种局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在大选年美国政府他必须要表示出来他的姿态，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他真的禁止了这两个应用在美国的应用，对于选民，对于美国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是会构成一定的不方便，会让一些选民这个产生一种非常这个大的一种对抗心理。那么其实我们过去看到就是这个抖音也就 TikTok 的前身，在中国这个叫内涵段子被政府一刀切的时候，那么形成了很大的这个社会反应，在全国几十个城市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内涵段子的这个用户开着汽车，然后在这个路上就是慢驶，然后实际上是一种游行了，那么他们就这个用这个一长两短的这种按喇叭的方式进行一种抗议，形成了一种很大的这种社会震动。那么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这些用户一个缓冲的时间，并且拿出来充分的证据的时候，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川普总统的政府也是在大选前的一个安定的一种作用。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来看，那么这两个软件它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那么美国政府就表示，商务部表示他尊重对这个 TikTok 的这个禁令的执行。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微信提出来的7项措施来这个要求在美国继续生存，那么他给了坚决的一种否定，这种姿态其实在这里边我觉得美国政府就是商务部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这个控制权不能放在美国啊，不能由美国人来控制，无论你提出来什么样的，美国政府他都不会答应这个事情。虽然在目前的大选期间是一个敏感时期，他不会这个做出一种断然的措施，那么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这个立场，第一，维护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第二，就是在这个数字生活的这个秩序里边，
应该由谁来主导，那么这是一个关键控制权的这个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个数字生活时代是引领了这个潮流，包括互联网的这个出现，包括它的运营，包括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包括到现在数字生活走入了我们每一个角落啊，甚至包括这个军事应用，外交等等，科技等等一系列方面的运用，但是过去一直是由美国来主导的。那么近年来，尤其是在这个移动平台上面这一块，美国的技术的落后和它的资源的这个没有及时的更新，被中国的包括像 TikTok 也好，像这个 WeChat 也好，那么会迅速的赶上。在这个领域里边，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美国有一些保守了，他没有，他完全有能力拿出类似 TikTok 或者说是像WeChat 这种社交的媒体，但是他在固守的过去的那些平台没有新的进步。你像他的这个 Twitter 也好 ，Facebook 也好啊，他都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但是没有新的模式与时俱进来与之挑战，适应现在的美国人民的这种生活的要求，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边它就有一点显得有些被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美国的司法制度对几方的利益都取得了一定平衡，我认为是一个美国司法制度、美国社会制度的一种胜利。谢谢。那个鲁纳先生呢，我想问这个追问的一些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刚才认为就是像抖音啊、微信啊，这里面都涉及到这个言论自由啊。那么现在我也大体知道，就是说啊，美国的这个国家情报办公室给出的这个对社交媒体的啊这样一种安全评估的四点意见啊。那么这四点意见呢，它跟这个言论自由有关系，但是更多的它关注的是这个这样一个平台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啊。因为在美国呢，这个政府和言论自由之间呢，它是受到了这个啊，如果我们用中国的话叫宪政的一种这个制度的约束啊。那么国家安全机构它谈到四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你有这个收集啊这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资料的意图，第二你有这种收集这种信息资料的技术啊，第三呢，你收集的这些信息的这种性质啊也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第四呢，那就是说这个平台被控制的这个抓手是谁呢，是一个啊类似于像中国啊、伊朗啊这样的一个政权。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你怎么样理解它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那么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平台是在跟这四点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背景的，尤其是在一个第四个条件，就是说这个政府跟这个啊言论的公共舞台或者叫啊公共广场的这种关系呢受到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说你套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应该没有问题。那你如何把这套言论自由的理论套到中国背景下的这些公司的背景之下呢？你想过这种差异吗？这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啊，就是这是两个问题。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掌握了华为公司从他这个公司的构成，一直到他经营的业务和他所存在的这种风险，这个是清楚无误的，已经抓住了这个真实的把柄。那么同时我觉得不光你说的这四点，不光是事实依据也好，其实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可能这个造成泄露，有可能造成威胁的，美国政府都有责任去防范堵塞这个漏洞，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讲，不仅是这个 TikTok 和这个就是说这个 WeChat 像这种社交媒体软件所构成的，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包括像中国的那些所谓打着记者的名义，这个打着外交使团的名义在美国来居住的，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啊。你比方说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知道的休斯顿的总领馆就被美国政府下令，就是你要关闭这个总领馆。但是你不可能在目前这个情况把所有的中国
外交使团全部都赶走，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驻美的这个记者，中国记者全部都赶走。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怎么样在国家安全和保证所有人的这个权利的之间找出来一个平衡。我们知道毫无疑问，这个微信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所直接控制的这么一个社交媒体，是一个社交软件。那么尤其是在中国国内，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很多微信号因为发表了正常的言论都被这个去封群封号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个人的微信号，我有一个微信号连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分享任何一个文字的情况下边，不到半个小时就给我封了。当然我知道是什么人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在美国的国内它需要有一个公平的原则。所以法律上，在美国的法律这角度上来说，它我们从行政部门的角度，它可能要保证美国国家利益，把一切可能性就囊括在内，但是从法律法官的角度来看，它要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可以享受到公平的这种对待。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行政部门跟司法部门他们两个之间的互相的制衡。我觉得为什么说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局面，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边，美国政府已经向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向世界各国企业宣告了这两个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同时也对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有可能构成危险，因为它的最幕后的控制人，正如你所说，是中国政府这么一个独裁政权。中国政府运用他手里面的强权和法律，强制他的企业和人民在他的国家安全法下边为国家情报法下边为中国政府去提供情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毕竟老百姓用户他们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用起来的意义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虽然也肩负对美国国家安全这个有责任，但是他的责任不像美国国家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这方面那个责任那么重大，这两者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如果是一刀切的话，那么就对这个整个的民众使用的这个权利或者对言论自由会多多少少造成伤害，无论它的伤害有多有少，那么法官的裁量跟我们普通用户的考虑的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同的角度来认定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听听吴强博士啊，从您的角度你怎么看啊这样一个问题啊？他吴强博那个鲁难先生强调这是言论自由问题，那么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等于一刀切了啊，没有照顾到这里头的啊一些利益方的一些需要，所以最后这个法官这种判决某种合理性。吴强先生，嗯，我们上一周已经这些问题都谈过了，我上周就在谈言论自由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在 WeChat 上面那个衡量。那我在谈上一周，我在谈新冷战开始之后，那美国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要重新的平衡考虑，要美国社会也没有定论，要在这么一个数据安全、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公众利益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一个权衡。现在我们就看到这结果，那鲁南上一周对言论自由很不屑一顾，现在又开始大谈言论自由，这都是一些常识。对，我们没必要谈一些小儿科的话题，谈 WeChat， 谈这么一些很基本的10年前、20年前在谈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没必要我们浪费这些话。我们要谈关键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个美国在通过这些各方的共识讨论博弈，最后看出来是这种经济自由的这种制度，经济自由主义制度，我们要联系着背景，这个制度的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跟中国目前的这种新的公私合营的浪潮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在未来，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的博弈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开始这个问题我就谈不会那么简单的结束，或简单的某一方面的力量，我们不要谈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很无聊的。我们要就这问题谈这个问题，把展开来往深度谈。我们的话题
我们临近周刊是要引领所有公众的思考，不是说回再谈一些十年前的一些常识，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为什么谈，比如说南京有一个企业家被罚了12亿的税款，就是只是因为中美贸易，只是因为他从美国进口干果。那么类似的这种性质的被迫害的性质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很多，比比皆是，民营企业家是有苦难言。那么大量的这些民间的财富现在就面临着选择，虽然他们这些财富离开中国也很困难，但其实美国这正在，我们说美国的灯塔在它的民主制度各方面，它的灯塔民主的衰败，灯塔效应，灯塔在暗淡。但现在我们再看到在大选期间，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在新冠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在各个方面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正派的东西仍然在坚持，这是我最欣赏的。我们待会儿要讨论第二个问题，就要谈到这个问题，什么叫正派的一些价值观，这是最主要的，这是美国社会最基础的东西，这种灯塔的效应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这种最基本的正派的判断，我相信联邦法官是有的，一般的公众也是有的，然后我们再去讨论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好，这个现在腾讯呢提出这七点建议，那么这个七点建议呢，从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美国政府没有采纳。那么这个东西跟这个目前抖音的谈判的方啊某一种共同点，就是说这个公司最终是谁的啊，谁来控制。那么从腾讯提的这七点意见来看呢，并没有解决这个谁的控制的问题，所以现在美国政府不愿意妥协。但在这种背景之下卢纳先生，你怎么展望这个官司的前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会拖在这个大选之后了，就是其实这两个就正如你所说，它两个根本问题，无论这个 TikTok 主要是在美国市场上 有应用，或者说 WeChat 在这个美国市场上它的用户主要限制在这个中文讲中文的这个圈子里边，它用户量不是很大，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控制权在谁的手上。那么只有控制权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的问题，才能解决到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不受侵犯的问题。那么这个核心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控制权的问题上面。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打断一下，控制权你怎么能对一个私营企业谈控制权呢？我们谈的这个企业它就不是一个特殊的，或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私营企业。当我们谈控制权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清楚，美国并不应该，也我相信他也没兴趣像党控制东西南北中所有的企业一样来控制微信抖音。我们要谈控制权的时候，我们谈的是对审查者的审查的问题，谈的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这才是主要的。你不要在所有权意义上来谈控制，如果在所有权意义上讲一味谈控制权，其实我们就看到那美国在实行另外一种变相的公司合营，只不过由另外一家私营企业来接管这么一个私营企业。在这个角度上来谈控制权，其实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一大的破坏，这没有意义的。对，这就是个问题。对啊，从现在这个抖音的方案来看呢，好像美国政府发出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控制权或者叫所有权的应该是美国的啊，不仅是在控制权上，应该是所有权是美国的啊，把这个公司的一个这点是很糟糕的，就违背美国基本经济自由的东西啊。他把这套公司它转成美国的这个公司啊，不仅在管理上，它在这个所有权上，因为这个微信它的七点建议提到，美国版微信将由一家新设立的美国公司管理，那这个管理在美国公司，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批准，就是因为这个公司不属于美国所有。那么最终的问题没法跟美国政府达成一致，所以这个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我相信美国政府如果是以这个为条件的话，那么将来微信它在美国法院的诉讼也美国政府也很难赢，所以这需要专门的立法。我刚才反复强调需要专门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一定要这么做的话，那就要专门立法。专门立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所有在美国境内的国外的互联网公司类似的公司社交媒体，那么都需要由美国来控股
美国的公司来控股，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相信很困难。那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中国的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在美国的这些企业，那么由必须由美国的公司来控股，来实行某一种分享的一种方案。这种立法有可能通过，但是也会有相当大的争议，会有相当大的争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的诉讼过程，漫长的立法过程。在我看起来，这一点如果说 WeChat 坚持这一点，其实这个博弈的空间是相当的大，不太容易。所以我个人认为，关键还是数据安全这一块，而不是在于所有权的控制。这个是商务部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他要这么做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叫做智商其类，就是说杀敌一百，杀敌一千，智商八百，这种对自己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啊。他现在从抖音的方案来说呢，在没有实现国会立法的情况之下，他实际上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啊，让这个美国公司去购买它，让这个抖音出价，实现这个最终实现所有权的转让。那么这个方案你觉得怎么样，吴强博士？这个方案也是个别性的安排，这些安排其实有很强的这个，在我看起来这个很强的这个巧取豪夺的色彩在里头，就是这种巧取豪夺色彩其实在我看起来很难复制，很难适用在其他企业。对一家企业来做，来花这么大的精力，行政成本非常高，就他安排这些东西行政成本非常高。然后那么我们看在 WeChat 他要想试图同样复制就变得很困难。所以美国商务部这么做，在我看起来这真的是只能反映总统本人的一个竞选的需要，拿这两个企业作为一个噱头，而实际上真正的落实是很难的。这就涉及到美国制度里面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好的一些东西啊，因为这个法院有一些这个司法审查啊，就是说对他能够对行政命令那个推翻，如果你侵犯美国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话，那么立法也面临着这样一个违宪审查啊。是的，这个同样都绕过这个，因为它这个制度它有一套东西要去维系，因此呢你谈到了这个立法它也可能面临的这样一种挑战。但是呢美国政府又认为这些企业对美国构成国家的一个安全啊，那么他最终要寻求一个妥协的方案。那么现在妥协方案就是这个抖音版的方案啊。抖音版的方案卡在哪儿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这个企业都有他的诉求。那美国政府是希望这个通过制造压力让这个企业卖掉，让美国政府买下来，这样就绕过了这个立法的这一关，因为立法真的不容易。现在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们也利用美国制度这样一种啊红利，就是说司法是保护我的嘛，那么到法院去打这个官司。所以说现在面临的一系列的这个美国制度的深层次的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些公司在某个意义上确确实实通过这个制度的运作，看到了这个制度体系之下在行政当局之外存在的保护他们的力量的这个存在啊。那么鲁烂先生呢，你认为这个吴强先生对这个所有权安排的这种批评你是怎么看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吴强博士可能误会了一点，就是美国政府并不要把这些企业收归美国国有。美国政府只是说变相国有化，只是用中国的这个术语，我说只是适应企业的安排，我没有说那对吴强你觉得这个鲁纳你继续没事，他就纠正了自己的这个错误。杠精，不要当杠精。我们谈问题，谈问题。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兴趣去经营这么一个这个企业，把它收归国有。他只是说，控制权必须是美国。这个美国，他指的是美国的企业。那么要不要立法来进行这件事情？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所有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些企业，这些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和重要的这个企业都必须是美国国家控制的。比方说美国的 F-22 战机，美国的 F-35 战机，它不可能交由一个中国这个所谓的私营企业，或者说伊朗的私营企业、朝鲜的私营企业来生产提供给美国，这是不可能的。这现在包括这个像大的战略企业，像这个很多这个中国在美国市场上去大量的收购美国的企业，都被美国政府这个否定。
不仅如此，不仅企业不可以被收购，连有些战略物资都不可以供应给这个中国。我们知道的，最近知道的说芯片，是吧？这个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问题了。即使是芯片卖芯片跟中国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依然决然的就要禁止这个东西卖给这个美国的、中国的军方，用于这个军方的用途，包括很多警用的设备，包括很多战略物资。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一个毫无疑义的一个起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在国际上是通行的做法。就是所有的这些重要的战略的资源、战略的武器、战略的这个跟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这些企业，必须由美国来控制，但是并不一定由美国政府来控制，它必须接受美国的法律的管辖。那么这个一个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至于抖音和 TikTok 也不例外。那么这里边，如果说这两家企业在这两家这个过程里边有什么特殊的话，我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过去是由美国来主导整个国际秩序。那么在新科技大量蓬勃发展的今天，在现在这个时刻，美国它想主导的是国际数字生活的安全的新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美国政府去禁止 TikTok 也好，去禁止 WeChat 的被中国的这个貌似民营企业，但实际上背后被中国的国家情报法所制约的这些企业来控制，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美国的司法制度保护所有在美国经营的各国企业，但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长期考量，对于整个国际数字化生活秩序的这个主导权和控制权的斗争依然会在继续。作为我个人，举起左手，同意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所有的这些企业在美国横行；举起右手，赞同美国的司法秩序，保护所有在美国合法经营的企业，保证美国人民的正常生活。谢谢。那么这个诉讼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或者你卖给美国企业，或者你就在美国关门，是这种情况。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要求，不能达成一定的妥协，让这些企业被美国的企业、个人或者说这个什么部门来控制的话，那么它在美国市场必须有人来代替它，或者说走向消亡，就这两条路。这个还是没有回答问题。我们谈的是他的企业的所有权的问题。你回来回答半天，举了一大堆例子，都是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本土生长这出来的个自营企吴业。强吴强博士呢？这个鲁纳先生意思就是说，这涉及到这个美国主导的数据安全的国际新秩序的对，我情们况现在下谈的就是新型安全的问题。新型安全，美国立法其实是个空白，所以我才谈。鲁纳很强调要法律来约束、来保障这种国家安全。现在就谈的是一个新型安全，相对于传统安全，比如说国防等等等等这些领域之外的新型的安全领域，这是一个立法的空白。所以现在在谈的是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空白的问题，而所有权的问题也要在新的立法来解决，否则的话和美国宪法、美国的经济基本的制度相冲突，怎么可能就是说或者灭亡，或者就是说这些大话呢？这个是荒唐。这个立法的这个方案，那个鲁纳兄你怎么看呢？他现有的法律已经足够的这个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和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和企业的发展，已经足够了。不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它的现有的法律国已经会都完关全。门好了，这。好，这方面你们俩也有分歧。好了，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该展开的画面呢，我们基本上都展开了。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有分歧啊，关于经济自由啊、言论自由啊、新安全秩序啊、立法的必要啊等等啊，两位嘉宾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中国研究院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商务部啊跟中国的这个抖音和微信打官司的事情啊。从现在来看呢，商务部输了2场，那么我们要讨论。那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法院啊，是不是成了这个抖音和这个微信的这个堡垒啊？这方面呢，我们听听张先生的看法。我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觉得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从历史的角度，就是从它动态的看，跟我一贯的思维是一样的啊。你看，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实际上现在呢，就是等于说从贸易战开始，从这个川普总统是就执政以后呢，大家就进行角力，对不对？那么这个角力之间的角力呢，我说过它是个移动靶，它是个认识的过程，发现的过程，是一个。re-strategize 就是一个重新组合策略的过程，然后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再重新开战的过程，它都是这样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因为说句实话，川普他是个政治素人，那么在这之前，他是作为通过他很有战略头脑的这种脑袋来观察，但是具体操作和有很多细节他也不知道。那么他用的这些很多鹰派呢？在跟中国政府真正的较量中间呢，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遇见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呢，他在每个过程中，在一个小的 step，每一小步的时候呢，他都可能会有小的挫败。但是这个小的挫败的背后呢，他非常 revealing 啊，他会给你展示出一些东西出来，让你提高你的认识。然后呢，你再重新呢，再进行提出对策。你看这次抖音也好，微信也好，典型就是这样的情况，对吧？你看这个，因为最早开始下这个命令是这个，就是咱们上周已经讲过啊，是这个旧金山，就是那个加州北区法院，那么他呢就判定说这件事情呢，商务部属于违宪啊，说是因为他 quote 的理由就是这个第一修正案对吧，打击了影要妨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对吧，那么这个他的成功呢，让这个美国政府这边商务部人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所谓打官司，这个叫什么？微信用户联合会，对吧？微信用户联合会呢，哎，发现它原来它背后呢，它有很多中国政府的背景啊。那么，他们用的策略呢，就是让法院关注在美国本土，在美国，而忽略中国政府背后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把它当成一个纯粹一个美国公民要求言论自由和美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方法，结果呢？啊，这样这个法院本身，美国的法院司法机构对国际社会、对国际事务了解本身就不多，那么对中国现在等等这些东西呢，他就了解更少。同时呢，他又反川，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在华盛顿法院也好，这个那个北区法院也好，就华盛顿判是华盛顿吧，就判那个判抖音特区的，对对，那个吧？啊，抖音的，对，判抖音的，所以呢，都是属于反川大本营。都是这些，他的理由都是一个，这反正他好像都是说那个美国政府在妨碍公民言论自由，这说明什么？说明抖音公司他也拿不出更好的第二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本身来讲，如果你联系到跟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安全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公民的安全上的，它是不值得一驳的。只是说呢，在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商务部这边对这方准备不充分。是吧？而且你像微信用户联合会这个组织本身，谁在背后？它本身它就是这个组织赢得这个它的比如咱们叫一审或者叫什么哈，这个赢得这个官，现在目前的这个官司到这一步，它赢了，这个本身它就是个非常好的值得关注的证据。这个证据呢，就会让美国政府下去说，其实你美国政府跟华为、跟那个中国各个公司，他这么走来，都是一步步这么走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哈，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无论是微信用户联合会还是抖音公司，他现在取得第一步的这个成功胜利，没有什么值得吹的啊，没什么值得吹的。他只是说呢，而且美国商务部已经表示我会进一步走下去。那最终呢，走下去呢？就会走到哪儿去呢？走到最高法院嘛，对不对？而且呢，在走的过程中，它就是个取证的过程，它就是个证，提供证明的过程，也是个认知的过程啊。而且不要忘记了，对中国问题，在美国是最简单的，因为你任何其他问题，比如美国任何国内问题，都会遇到什么？民主党反对的共和党支持，共和党支持反对的民主党支持，对吧？都会遇到两边的，这个大家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个张力，但是呢，中国问题基本呢是什么？叫做这个
我曾经说过叫什么呢？叫做府院一致啊，民共同心啊，就是说，川普领导的内阁和这个国会基本是一致的，国会里边左右派又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最后要达成一个协议，就不让这个不让抖音和微信进来，除非你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最终结果是没有悬念的，所以现在你在那兴奋没就实际就是等于说从中兴到华为这个过程的重演，到最后他们会打头破血流的。这个啊，你谈到就是说，除非你符合我的要求，那么最后这个事情的结果应该没有悬念，你对这种东西展望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商务啊，这个在实际上是做了两手准备啊。第一个准备就是说，啊，他提供了这个国家这个情报啊办公室的这样一个报告，评估报告，啊，劝这个法官啊解除这个禁令，这是一步啊，就是给他补充新的文件，让这个法院更多的了解这个案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也就是说这个上诉啊，更多的司法程序啊，那么通过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来了解北京啊，在这个过程中的它的作用，是吧？这是一部分。嗯，那么你怎么看？就是说司法这个商务部补充了这些文件啊之后啊，会不会对这个法官有一些这个啊推动啊啊有一些新的认识啊？当然会了，或者说这个，或者这个商务部这个说要上诉这个东西，会不会对加州法官啊改变他的决定呢，起到某种影响？嗯，啊，能不能改变？这个我不敢说。那法官一般来说，这个美国的职业工作者，包括法官呢，都是非常的执着的啊。所以呢，能不能改变他本人无所谓。而这个案子本身，对吧？如果能改变，那么好了，这个美国政府就成功了，对吧？嗯，如果不能改变，进一步上诉。那么进一步上诉呢，他的执意反对，比如说他在开始你第一步的时候，你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信息，根据这个就是那个起诉方啊，就是说抖音公司也好，或者用户微信用户联合会也好提供的这些信息，对吧？根据你的这种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了解不足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你做出这个不利于美国政府的裁决，大家都可以理解啊。那么，接下来我提供进一步的补充材料，是针对，就是说前面起诉方他所谈的理由，我提出进一步补充材料。那这个你在审这些材料过程中，你的认识也相应你的信息多了，你的知识也提升了，那这种情况你继续做出对美国政府不利的裁决，实际上呢，那么就也就等于说呢，你自己在 discredit yourself，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信誉给弄没了。那么下一步呢，法官接下来上诉以后的法官审理的话呢，就会对你的这种说辞呢，这种说服力呢，他的信服度他就给你打折扣，所以最后呢，造成结果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啊，抖音和微信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知道，就是抖音呢，啊，现在在跟美国政府谈这个啊新的啊这个所有权或者管理模式的一个安排，是吧？对对。那么微信呢？谈微信呢，虽然赢了这个官司啊，他们也想借鉴这个抖音版的美国方案，对，他来，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他想到了第二招，就是说也在某个意义上，可能他觉得官司打下去，虽然现在赢了，可能最后也赢不了，他还得有一个备用方、备选方案，有一个 plan A 或者 plan A 或者 plan B 啊。对 ，plan B。那么你看了他的这个方案之后呢？啊，你怎么看啊？因为我曾也有嘉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事情他要解决这个所有权的问题啊。这类的企业，如果从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允许中国在企业在美国经营的啊。那么你要想在中国经营，除非你是美国人的公司，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监管模式，也不是一个啊管理模式的改变，而是一个根本的，就是这个公司就是应该变成美国人的公司，否则的话啊，这两个公司的结解不开。所以你怎么看这种看法？嗯。对，我基本同意。我再补充，就是说，我觉得它有两个都要在美国人控制之下。
第一个是所有权要控股，嗯，第二一个是管理权，这两个缺一不可。好，管理权，那个所有权缺一不可，嗯。对，这个因为呢，你比如说你所有权是美国公司，对吧？你弄一个个董事会，结果这管理权呢，那么可能很大程度还是属于这个抖音的这个，比如说抖音公司派驻的。啊，在美国，对吧？抖音，比如说它占，这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有我经常有，比如在美国，它一个大股东投资，他投资的说这个公司我占80%，但是什么呢？我找了一个 manager 啊，一个经理，他很有能力啊，你来管理这公司，我给你25%，啊，这就形成什么呢？就是说大股东控股，小股东管理。那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抖音身上，就是抖音，比如说抖音中国占20%，或者哪怕占49%。对吧？但是呢，说如果美国的这个股东来由他来管理，那么这个就本身就美国政府肯定不答应的。而且这件事情，川普我认为他是非常坚决的、不可变的。所以呢，所以他讲的是控制权，控制权实际你解读应该是两层的含义，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管理权。就你认为，川普在这个讨论这个改造方案的时候，他会顾及这两方面，等于说现在来看呢，这个微信的这个求和方案，你觉得这个最后还可能妥协吗？这个抖音方面，那他能放弃这个吗？哎，首先一个啊，这个就是微信，我不敢说，为什么呢？比如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美国和中国彻底翻脸，就变成完全敌对了，你微信怎么办？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会不会还留？因为他现在目前之所以他想这么做，是因为他还留恋美国市场，他这样，希望他来想这留在美里，国市场，对，对，他想留美国。那么那个时候他，因为他本身来讲，微信是个党的组织。对吧？它本身它就是个党的组织。那么你说这个马化腾其实本身讲就是个白手套，跟那个肖建华没有区别。马云不就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自己退了，马云已经挣了些钱，马云呢比马化腾原来可能还牛一些，中国这个体制下，你企业搞大了之后，你都得成白手，否则你活对，不了的。对，抖音不一样。抖音呢，它首先一个，它很多大的投资人是美国人，美国公司。另外呢，它在美国进，它的用户是美国的主流用户，主流市场。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坚持观点，抖音最后肯定达成协议，跑不掉的。因为，但是我从来没说过微信，为什么？因为抖音它本质上。就是有涉及到刚才我说的，它本质上是个美国，我没有注意它的这个股份比例，实际是美国有很大的股权，但是呢没有管理权，这么一个公司，而在美国的市场做得非常成功，美国这些投资人他们的影响力也很大，他们绝对不会说，因为抖音公司的这个执着，最后呢把这个谈判基本给他搞砸了，然后呢，他们的投资打水漂了，他们不会的，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而且他们背后那些投资人，那都很多是美国的公司机构和个人，对吧？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呢，他不会这样的，除非有一种可能性，他实在就是没辙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硬性规定，就是我让你抖音给我断臂啊，就不要你美国市场了。强行的就是退出，那如果中国政府敢干这种事情的话呢，又与他现在目前急需美国，怕跟美国脱钩啊，又希望呢外资能够进到中国来，他这种策略又相抵触，所以我觉得他为了抖音这么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这就抖音最后是成了这个美国控制的公司的这个结果，你很乐观，但是微对，我信乐观。还是犹豫，对，我觉得微信的话呢，现在我不敢说，微信很可能最后就是下架，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微信有个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我看了一下，他说他的新方案呢，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我不知道小平先生您看怎么？是他说什么？就是说我，比如我作为美国的一个微信用户，但如果他给建立一个美国新平台，那么我跟中国那边的沟通联系是不是跟现在一样？现在这个比如微说，信在美国是注册了一个新的平台的，
是他叫 WeCom 叫什么啊？对，那个东西就挺恶心的。上台以后呢，就发现那个我这边好几个人报告，就是好多信息他被控制被窃取，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在美国的平台，那个东西不能算的。他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他叫什么微信企业版或者叫什么东西，他那个不算的。我觉得他真正做出一个真正美国平台，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组建个微信群，我这个微信群里，我现在等于说我现在的微信群。比如我在微信群里就是什么呢，我的所有的这个发的言，那么我的微信群就微信号就被控制了嘛，所有发的言海外的这些用户都能看得见，大陆的用户就看不见，中国用户看不见。 对啊，那么抖音实际上也是这样，抖音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个严格的墙的。对，那么你抖音你最后你办成美国公司，那么你而且抖音用户，比如抖音在美国的用户，他不绝大多数他没有什么与中国联系的需要。微信不一样，微信的大部分用户呢都是些跟中国这边亲属啊，跟中国这边朋友啊，跟中国这边生意啊等等的，跟中国这边信息啊这方面的联系。那这种他这在这种联系情况下，如果你现在就做出一个美国平台，对吧，如果你继续让他像以前微信一样联系，那么你就不能像现在这么限制了。如果你这么限制的话，那么怎么样，美国政府更不还是不干的，那你跟中国这种微信没有区别，对不对？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说我你如果你允许我跟中国这边，比如我共同建立个群，或者说允许跟中国这边自由沟通，那么这种情况我的信息你限制住不让我过去，那等于说你不是你还是在没有守你承诺吗，对不对？那假如说你说我就是建立完全独立，跟抖音一样，与中国就是没关系，或者像 Zoom 一样， Zoom 现在都是跟中国没关系嘛。Zoom 的深圳有一个叫什么 OK Zoom， 跟美国那个 Zoom 根本是两回事，对吧？你也不能互相打的。那么如果你做成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在美国的中国的微信用户还需要你吗？对吧，新的美国的用户对微信没有兴趣，因为美国已经够多，有什么电报啊，有什么 Line 啊，对吧，有什么 Instagram 啊，有什么那个 WhatsApp 啊，美国有这么多东西，美国人没有感兴趣用微信。而中国用微信主要是它一些强大的综合的沟通功能，包括一些金融功能商业功能。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如果你那么单独拖下来以后，你在美国肯定实现不了。所以微信等于说它单独做一个美国微信呢，我觉得实际操作上跟原来人们现在打官司想要留下微信这些人想法不一样，就想象的会不一样，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微信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觉得我对他留下来的可能性不太乐观，对他的也不乐观。因为他这个禁止这个跟微信交易的这一部分的命令并没有被推翻，他只是说对，你要知道微信他的那个他主要的盈利点在哪里，他是一个全面的，等于说一个社会，一个全面的社区了，社区功能。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打掉，你只仅仅是一个通话功能或者一个传递信息功能，那你等于说要退回20年以前了，肯定没有意义的。好，这个再次感谢张先生今天参与中国研究院的节目感谢我们的观众的收看。最后呢，谢谢我们导播制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